for it, and it started in the pit, the town's poorest district. So do me a solid and get it stopped, would you?这里跟 L4D2 的某个地方好像。他们有啊，有一关，有一关要离开的时候，这边很像。杀六级耶，这个家伙不就是这样吗？很厉害哟。什么厉害？我可菜了。当你看到一个玩最值得，然后打天劫，哇，整场都他在打，你就觉得自己好废呀。对。哦，走到仓线了。我那发育还没打掉多少，看来得爆头才行。家怎么都不见了？喂，吼吼，吼吼！你都去哪了，哥哥？迷路了，来带我们。这你不拆一条路了？被卡住了。哇！我们要怎么过去？有那么一条路吗？是吗？是吗？耶，糟！不是吧？待会是我们两个，我也是，另外一季。你们都是路太复杂的缘故。去吧，去吧，去吧 ，Pokemon。干，怎么没有烧死半只？没有，我都摸个一刀，他们都死光了。好人，我一只都给你招。狗狗，矮人，你挂不挂到？挂不挂到？哈喽，小老鼠。
好好啊，先救人哦。啊，我就该亲王再救你。我还卡。Hello， Hello， Hey， 还我钱，欠我200,000。为什么？哦，我什么时候欠你200,000了？因为他昨天打输我，然后我们昨天赌200,000。哪有啊？我昨天在偷打的。是吗？啊。20万。好了，快点来打了。快点来打，快点打啊！好吧，那我这场打完去陪 Amy。叫死！啊 ，Pray 是什么？啊 ？Pray 是什么 ？P R E Y 那个？哦，那个是射击游戏，很好玩哦。什么很好玩？你说的好玩人性？哦，真的人性，好玩又恐怖。哦啊，你不是不喜欢玩恐怖游戏？没有，我玩过啦。他都骗你。后面比较不恐怖啦。他都骗你。对啊，阿里弟都说什么？哦，我不喜欢玩恐怖游戏，我不敢玩恐怖。没有啊，那个前面恐怖而已。那才极度好评哎，没有压倒性好评，我不会买。哎呦，这有点极端。买啦买啦！你要像那个，你要像那个，像至少其中一个是压倒性好评，你两个都是极度好评而已。哎，压倒性负评，我会慢慢看，然后玩一下，然后退掉。还是免费的压倒性免费的压倒，没错，而且每日在线人数还有5000以上。你要像那杀戮尖塔一样，两个都是压倒性好评我才买。要死！没有吗？除了杀戮尖塔，没有其他，没有两个都是压倒性好评的吗？很少啦。正在挂个机。要死！杀戮尖塔真的好屌、啊，可是你才玩一下下而已。啊，不要玩宇宙冒险，不要啦，宇宙冒险怎么办？有没有多人可以一起玩的、啊？都只跟 Battle 玩好屌、啊，放一个。公家小，我想玩厨房类的，三菜有啊 ，Play it up。说、啊，那你来跟我玩呢、啊？你之前不是要送啊？送去哪？我没看到，不知道。他没有其他人要啊，我要啊，他菜鸡也不要啊，我菜鸡不要、啊，就是啊，还是 Simon 来，一款主菜游戏，说啊，我们可以抢飞刀，多好、啊，掉下去了，你们在玩淡水鼠疫哦，对啊，你们四个人在玩，对啊，四个人玩，好吧，那我走。等一下再找你啦，好不好？不要，不要，等一下就去陪女朋友了。必啦，开玩笑，太慢了。等我，已经来不及了，这一刻。Expansion， 哦，去选择。Slay the Spire 还有 Fan Expansion。啊，那个有 DLC 吗？有啊，免费的。诶、欸，我不知道、欸。哦、欸，哎、欸，这是什么 ？Academy of Age 学院史记哦。我干！哦，这是 Shadowverse 哦。哦 ，Shadowverse 也有 Steam 上面也有吗 ？Shadowbus。Shadowbus， 我以前很常玩 Shadowbus 哎、欸。是哦。对啊。但是那个没玩好一阵子，他就会全部都忘记，就是牌组更新太快了。卡牌又直接被吊打、啊，跟炉石一样啊。对啊，干 ，Holy， 那个没有一直玩就。哎，没有，其实 Shadowverse 其实不太需要氪金哎。我记得我这样玩就是直接去买一个，直接去那个什么8591吗？然后买一个什么？又买账号？都要买账号啊，就很便宜耶。然后就渠道不太一样。然后一开始凑够那些卡牌就可以了，然后你就可以一直玩下去。你就只要凑够那个赛季强势的卡牌，然后一直去打，然后他就会打你什么联赛，他每周都有联赛，你就可以获得很多钱。然后你下个赛季就不用氪金，你就可以直接用你存的钱去一直跑，然后一直循环，就永动机。你只要会玩就好无趣的情况。哇！
哎呦，你那包买下去嘛，就可以玩 Skyrim 了。Skyrim 是沙小啦， Skyrim 不是也单人游戏，你要玩 Skyrim 沙小。那、啊、你不是喜欢玩有魔法，然后又有大人？那感觉作画就很烂啊。你说那么烂魔法，黑客对魔法的定义不太一样。对啊，他作画画起来很像什么？很像战神主义的那种画风啊，我不喜欢这种。啊，他的画风太写实，我比较喜欢那种不那么写实，像霍格华兹那样。霍格华兹。霍格华兹不写实吧？比这个 Skyrim 还要不写实啊！而且 Skyrim 我看他宣传片完全就没有魔法的要素啊，我没看到他有放任何魔法的影片。这个 open 对，上古卷轴，哇，被喷死了、啊！没，我才救你起来而已耶。不太喜欢玩写实风是吧？哎 ，Skyrim 又没有特价。有啊，就那包有特价啊。啊，就那包而已啊，那包特价多少东西？你想要骗我钱？就两个，我帮你出一半啊。帮我出干嘛？这是我单人玩，你帮我出多少钱？又怎么了？这个又长这样。等一下，而且它是单人游戏啊，它是单人游戏，让我玩就好了。我有分享账号给你吗？有吗？有啊，干你！分享账号给你，都忘记了，不要可怜。渣男。哎、欸，你还有惊奇的巨人呢，是我来玩。哦，那个还不错哦。呜！看一下，你有 Skyrim 我没有吧？你没有买哎、欸。对啊，我没买啊。那你没买，你干嘛叫我买啊？哎、欸，你明明就有，你在骗、啊。你有好不好？没有，我那个是旧，我那个是旧的啦。这个是旧版的，但你说的是旧版，没有啊，我说的是升级版的。啊不，盖瑞还有新版，有，真假？他盖瑞 Fight 有好几种版本啊。哎呦，干菜鸡，你是射在我脸上啊？真的这么弱？光小黄色，那你光小什么好色？我血突然沉掉一半。他最新的是什么、啊？不就 The Elder Scrolls V Skyrim Special Edition？ 对啊，那个就最新啊。啊，你啊我没有啊，没有啊。你的是 The Elder Scrolls V Skyrim。哦，你不是 The Special Edition， 你是特长版的。啊，那我差、哦，有差，差在哪？你有没有玩过？差在一个很弱啊。差在一个可以用魔符乱搞，一个还不太行。哎、欸，他的那个魔法看起来超烂的啦，我看到宣传片。没有华丽的特效，我绝对不会买这个的。啊，好可惜哦！妈的，干，他这个看起来超像那个，他所有的特效动画都看起来很像那个战锤鼠。超不一致啊！为什么明明我们坦克那么多，我却从来都没有觉得安全呢？哎、欸，什么时候鳕鱼箱是死掉了？刚刚就死了。对啊，贝克都不在乎鬼，一心向前冲。没关系，又活不下来，可以当作我不存在就好。嗯、反正能通关，一切都好说。已经三个人就不好说。起来哟！大家怎么都要上面？啊、不来？不点个火吗？去啊！不点火，我们要怎么就离开这里？哎，爱什么？等一下，我快打完了。没有，发动我也搞不懂。什么？啊，躲在安全区了。看来安全牌都要自己去创造。那欺诈自己，那个也是卡牌游戏，可是我不是很喜欢。哦，因为你不喜欢卡牌游戏。没有啊，就是它的题材太特别了。
鳕鱼跳过来哦，可以跳过来吗？哦，我有看到一堆火，我就往我都往旁边走了。在、哦、雨中冒险，那好像也可以。雨中冒险我们玩过，不好玩。只有你觉得不好玩，非常好玩，好吗？真的吗？你看我就说吧，那我要不喜欢。我比较想要玩端盘子。每个人都喜欢玩一些无趣的东西。哎、欸，我也想玩端盘子啊，但是你就找不到人头。对啊，就要再找两个人。哎、欸，《雨中冒险二》现在也七十特价。现在七十，只要200块不到。真的很好玩的。啊，可是那要一起玩啊，那要多人一起玩。他也可以多人。是啊，但是多人玩才好玩。那看几个玩。又没差。哎、欸，但要看时间对不对的。雨中冒险二，你现在会在那种时间对不对？也才那么个一天，也很多了吧？就不用像飞哥一样每天都在找。干，他不回我呢。他、啊、不是啊，你就一直用信传给我啊，谁会看信？啊，不然我 Discord 也有问啊，你都没理我。飞哥听起来很像恐怖情人。好。下去喽！你要慢慢走，我等个子弹。如果我回不来的话，你很大的。真的，你不要挂在上面了。我垫后，你垫后，然后垫后走，垫后走第一个，垫后，垫后走第一。我已经打超过一半了，你终于要守护一下我的背后了。快挡路啊！哇！怎么可以绕跑呢？你绕跑，他正当离开。可以啊。哦。又空大，哎，对啊，不适合玩。不然照片。哦。这个位置很尴尬。听到胖子没？好。水鱼，水鱼。喝水，水。水水啊！没了。我还说，水水哪里？我看你一个隐形往前一个木就没了。隐形是这样用的吗？只会往前冲啊！只会让他一瞬间大意，所以挫败于。好美的时后面，怎么都。对，你是进来看别人玩游戏都要自爆姓名，难怪那么少人敢进来。屁啊！难怪你都没朋友。花小，阿呆，我们不是朋友吗？花小，对。我刚跳机了。跳机？电脑跳屏。我直接关机被闪电打到是不是？我不知道，刚刚突然我们整个房间都跳电。那边有下雨吗？有啊有啊。那你雷电不要打到你眼睛。打了我身上。对，打到四季药水。那贝克要送我 play up。我
Play tough 啊，你之前不是在送？现在有特价吗？啊，下机会特啊，下注啊。屁股屁股，钱都被挨了一刀，臭骗！你知道我有多喜欢玩上菜游戏吗？我可是地狱厨房的超级玩家。那这里有其他人想玩吗？没。没，太极也不要啊。阿Simon呢？玩什么 ？Play Tough 啊，速速上菜，速速上菜游戏。那个是那个拿到手牌玩，而且那两个拿到两个压倒性好，他也是两个压倒性好，惊不惊喜？不意外，好意外哦。呆呆说，关餐盘，压倒性好评啊，而且两个超扯，跟那个杀戮金卡一样。大家都劳动惯了，你觉得他其实差蛮多，他是9157折压倒性好，杀戮金塔，杀戮金塔也超他，杀戮金塔都出多久？确实啊，杀戮金塔是13000折压倒性好，梦见，很可怜、啊。但杀戮金塔为什么不再继续出游戏啊？他们赚烂这样子还不继续？而且他们赚的还不限于电脑版，还有手机版，不知道卖出多少。开那么快，好老牌。走了走了，不能找多一点多人游戏来玩吗？宇宙冒险有没有人一起玩？我不喜欢，贝克都不喜欢。那、啊、你不能一起跟我们一起玩？是可以的。然后我跑到终点后，我就转头瞄贝克。你的大招已经连续好了。哎呦，怎么跑那么快啊？怎么办？谁靠呀 ？Simon 加油！不是啊，太快了。加油！我已经在终点等你们了。脚、啊、滑了。加油，精灵。没关系。如果真的不行的话，我可以一发带你走。哎、欸，他还有跟那个虚空幸存者的组合包、欸。哎，虚空幸存者是什么？还增加新的 BOSS、新的角色。这虚空幸存者是他们的 DLC 哦。对啊。哦，好赞哦！那买这个好了，407块。你可以先试玩一下。我不要啊，我直接买啊。啊？直接试玩也很好啊。对啊，那个看起来就好玩。我有看他的预告片啊。对啊。你都会在不知不觉中，原本以为你很强，然后团就没了。而且他上面说喜欢玩，我看你评论说喜欢玩 Apex 的，玩这个一定会老吧？真的假的？为什么？玩身法吗？而且我不知道，我最近玩身法游戏玩的好累哦。我最近在玩那个什么，那个叫什么 Ghost Runner 幽影行者，哇，那好难玩，那个超难玩。那个你不是？我每次玩一关就玩不下去，过一关然后就休息。我笑，那个很难玩哎、欸，超扯。